一个艺术品，然后就这样。Damn， 这不就是 future 吗 ？Hello， this is 番爱石头的烟柱。2021年呢，总共有出了三款全钛的 Levon 木头的，就是 N 不锈钢头。这两款呢都是钛头。钛头有什么好处呢？传导、散热都比较快，那燃烧也会比较均匀。你只要想，不锈钢它那么厚重，当你要烧进去，要烧一段时间，里面它才会闷到，所以这就是钛跟不锈钢。我觉得这一支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你出门在外，然后你就拿着一个打火机，轻轻松松，踏踏踏踏踏。这一个是你只要握住你就会觉得干，就是艺术品，然后握着它。这一次的盖旁边多了两个凹槽，上层它开口也比较凹下去了，做那么多层就是为了散热更快。打火机转它的时候你会发现，哇靠，它这个圈圈这一块非常好转，这个东西往上都不要碰，因为可能会烫到或什么，这就是一个安全线。可以看到这里是有一个雕刻，你是要很堵还是说一点点，你可以完全的自己控制。进气口设计是什么呢？当你在转吸嘴的时候，可以看得到前面吐出来，它吐出来的地方刚好堵住，做这个螺旋。也是2021年才有的哦，从这里串进去，风串进去的时候就会绕着这个管子转转转转转，然后串进这个洞，咻，超级降温。它垫片之前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垫片会倒，或是说会直接掉出来，那这一次它设计的超好，现在这个垫片是在最里面嘛，只要从这个顶部呢这样子穿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哦，不要眨眼，神奇的事情会发生。等等，卡的状态是中间是凹的，然后旁边是弯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次垫片的设计真的太强大了。所以我刚接触 DynaVape， 我还是拿2017年的 N， 我就想，干这家公司会倒吧？因为它一个产品可以用一辈子，橡皮圈一两年我也没怎么换过，只有垫片它会掉不见，然后换垫片。但是现在垫片的问题也解决的，为什么要有这个二分之一锅呢？就是。咖啡豆也是可以 Michael Dush 的，我们可以微量的，不是大家都要比拼大，对不对？我真的是非常的推荐大家用微量。这一支就是搭配 Bone， 搭配所有14毫公分的转接口，它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气孔全开，然后你也可以把它转起来变成气孔全关，但是它很难转，所以通常我就是把它全部都是气孔关起来的状态。它的设计是，我觉得它这里是钛，然后木头钛，其实你把它插到泵的时候，它就会设计出让你有一个直觉，就是拿木头这边就不会被烫到。不然其实当你烧烫的时候呢，它这个是会传导的哦，它也是会烫的。它可以雾化很多东西，咖啡豆、茶叶，然后让你去了解你这一个东西有什么不同的品质，不同的味道在哪里，因为它会很细腻的哦，所以什么味道它都会展现的一览无遗，是甜的，是姜味，还是……但是我们买这个也不需要怕什么怕什么，我们就是抽咖啡豆而已啊，我们就是抽烟而已，我们就是雾化一些植物，雾化一些可能玫瑰，雾化一些向日葵，雾化一些随便你想雾化芒果放进去啊，把榴莲放进去啊，雾一下。我搭配 DynaVape， 然后冥想。如果有需要 DynaVape 的朋友，就找石头人烟具，去他的商店也可以，然后去他的官方网站也可以。虾皮的话，我听到他几个不太好的传闻，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去官方网站，真的要去官方网站，要不然就去商店买了。